助理太积极，老板哭笑不得。喊了 action 之后，我就听到我的助理很大声的喊说：“等一下！”大概100公尺左右，他就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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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：“你干嘛？”杰姆哥，你鞋带掉了。然后就开始帮我绑鞋带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